高咧就作為一個香港第一個推動呢個虛擬經濟啊、虛擬技術一啲平台啊、展覽啊，趁住呢個元宇宙啊或者 NFT 呢種好有熱嘅一個環境之下咧，好多嘅希望進入呢個行業嘅人咧，可以喺度交流。咁但係我哋喺呢個數字發展呢度咧，我哋有分兩類，一類就係做數字技術嘅呢類嘅公司咧，係依家比較新興嘅。咁需要咧透過呢啲我哋呢個平台，慢慢令到佢有一個生態啦，啊，令到呢啲咁嘅數字技術可以產業化。另外，我哋喺傳統嘅一個公司，我哋鼓勵嗰啲傳統咧做好自己一個本業，因為喺呢個智能年代咧，我哋唔係講緊顛覆嘅，我係講緊升級轉型。所以咧，呢啲嘅公司可以透過同呢啲科技技術嘅公司合作咧，話令到自己公司可以升級轉型，而大家共同去發展呢個數字經濟。7月13至15，灣仔會展 ，Business Go Virtual 見。